是礼拜五，然后等一下的话，我们就是想要去果菜市场，万华的果菜市场，就是买一些鸡胸肉，因为我妈一直想要自己去批发市场买，因为我们鸡胸肉真的用得很凶，就是狗狗也会吃，所以去好市多买会比较不划算，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要自己去批发市场，那就等等见啦。它下面，它下面还有那个冷冻的。那我现在，它这是特级的，你看它这有圈呢，特级的，很多哎，这个。我们刚从果菜批发市场出来了，然后我们这次是买70片的鸡胸肉，一斤是90块哦，是吗？90块，然后是有连里脊的，只是没有带皮，还要买一箱芭乐，那一箱芭乐。超级多颗哎，不知道真的5坑的芭乐，还没算有几颗。一大箱才1000块，对，一大箱1000块也是很便宜，而且都很大颗。感觉是很好吃的那一种。但是我看蔬菜，我就觉得好像还好，没有到特别的便宜耶，还是时间点的关系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没有到蔬菜那边比较多。对啦，应该是因为我们刚刚问了几个节瓜啊，然后彩椒都。还好，价格还好。水果的话也是，真的是要多比较哎。有些好像就没有特别便宜，跟市场差不多的感觉，跟市场差不多。然后肉也是可以多比几家。然后鸡肉啊，就是肉类都是在外面那一条，有点像市场的感觉。对，之后我们应该也会就是固定来买鸡胸，因为很划算。我们现在是10斤半只猪。在北车，
们刚刚去北车地下街买的这一家叫做奶油山丘的，看起来是很漂亮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哎。这个是葡萄的，然后它的蛋糕体是抹茶。哦，真的是介在棒蛋糕跟海绵蛋糕之间哎。这个蛋糕体是没有什么甜味，但是它上面糖霜好甜。嗯，我觉得有特价可以买来吃看看啦。我们这是两颗，第二颗半价，两个买起来是200多少？280。嗯，两个买起来280，不算非常便宜耶，可是它蛮大一颗的，这个大概两个人分差不多。还行，有看到他跟你。Brush my hair, always looking like a mess. Oh, and maybe I could go and do the rest. Give it a little more faith, I'll be set. And I hope that you'll miss it. Cause it's daylight now and I'm stuck in my bed. Day and night, never feeling my best. I know, oh, oh. 粉嫩，澳洲纯血和牛，牛味很重，那个芋头丸真的超好吃，谢谢。它的新口味巧克力的，可是好像一前几个月就有了。而且它上次是去那些景点才会找，边讲讲好酥啊。嗯，可是巧克力味，我单咬一口下面这个，因为我跟你讲。有马蹄耶，没有马蹄，然后我觉得味没有到非常浓哎，但是很好吃。推荐。我们吃完和牛涮啦，现在要去那个忠孝复兴，晚上呢我们是要跟就是 IG 上面的一些厨友见面，就很紧张，今天算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吧，对，有点期待，晚点见。Brush my hair, always looking like a mess. Oh, maybe I could go and do the rest. Give it a little more faith, I'll be set. And I hope that you'll miss it. Let's stay that night.